半天该说地球了。哎，这哪是说地球？谢谢。哎，这可不行。吃啥不啥？嗯，炸！老板，这都是骨都不要了吧？哎，我这脆骨。谢谢。年轻人好自为之，这是好东西。这个骨头香，下次再弄点。老板，你这肉烤着不错吧？嗯，别烤那个，这是好东西，不许。吃啥不啥，下次再买点。是谁家的姑娘？哎，这个人扔了，不行。呀呀呀呀！哎，比红烧肉还好吃。老板，再送点肉。嗯，这个送给你，谢谢老板。还是气管炎好吃，下次再弄点。哎，老板，这馍咋卖的？我这不卖，我自己吃的。那我帮你烤一个。哎，这味儿真大。不是，下次再烤一个。哎，老板，这东西大补啊！谁吃谁知道。让我吃一个。这个膜得揭掉，不然味儿特别大。确实补。先去买点肉。老板，来个这个。你那不够。这是好东西。吃啥不啥，下次再买点。还要吗？不要了、啊、这是好东西。下次再拿去。比龙肉好吃多了。这两天下雨了，把鱼都淹死了。哎，不是，这是啥鱼？
石头炒到2000度，这个温度到2000度自己就爆了。吃着和毛利一样。这是好东西。姐夫，吃螃蟹还喝酒啊？不懂了吧？螃蟹属寒性，吃多了容易伤胃，得配点劲酒，味道厚又爽口，而且里面含有丁香、枸杞、鲜毛等，就喝了胃里暖暖的，一绝。劲酒最好，可不要贪杯哦。老板，你这什么鱼咋没见过？这谁跟我养殖的鳄鱼？嗯，让我尝尝。哎，这上面还有两个耳朵啊！这个鱼肉鲜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我要的东西你也未必带来啊。你不知道我失身一只白嫖吗？给我一个机会，把东西给我。哎，这样不错。新年啊，恭喜啊， Happy New Year， 祝福你呢。知道他为啥给我生蚝吗？那就是要让你们关注了。不一样，这个是牛肉的，牛肉烤了吧？那不行，那牛肉那还有一个，这个肯定大。这是不错。老板，帮我把鱼尾去一下，太腥了。大哥没文化，这是好东西。可爱可爱，真香！哎呀，比鱼翅还好吃，下次再拿点。鹌鹑蛋还好吃，下次再拿点。他开着邻居家的Toyota。哎，老板，这是活章鱼啊！活章鱼，就这个腿掉了能长出来？不知道，哎，给我剪掉了，没事还能长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这么帅的只会出现在动漫。要想明白你是不是我标准的共犯，我知道要走的路少不了动乱，但你放心去了朝廷前。这腿估计长不回去了。做个啤酒炒鸡蛋，这是我的独家秘方，你们绝对没有见过。吃完这个可不要开车哦。长在树上的冻龙虾草你们见过吗？这可是好东西。这
这个人沟头树上的面子旭旭，长得特别像冬虫夏草，吃着特别的有营养。今天我好好的给你露一手。这个和冬虫夏草一个味儿。